孩子们在里面玩得非常高兴。是啊，但愿最后他们都能乖乖地出来。小朋友们疯狂地玩了整整一天。该回家了，孩子们。这个派对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你们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那现在准备好回家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样他们是不会出来的。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，我亲自进去。祝你好运。我卡住了，救我。不要担心，我来救你。就快要到了。不，我也卡住了，救我。你们好。大象先生来这里接大象埃德蒙了。大象先生，救命，我们卡住了。没问题，女士们，我来救你们出来。不行，你会被卡住的，这里都是陷阱。我被卡住了。猪爸爸、佩奇和苏西来这里接乔治。哦，你。